找妈妈的。持球人对三号老肖担任犯规，地主对球。The beat back.教练蓝志敏篮下补进两分。上篮得分 two point。两分球，好的，徐学兰就对零号钟伟霆个人第50犯规，丧失本场比赛资格。Thank you.
谢篮球队八十六号聪哥杨继聪造成犯规。第四队 two shot 两次罚球。结束，目前双方五分差距。